现在是早上9点多了，起来收拾收�拾，我们一会儿11点退房，然后可能我们俩再去找一个什么地方逛一逛。看着这些玩具，特别想我女儿，如果她在这里的话，一定很开心。因为这次疫情，我们也差不多有一年没回国了。我们现在去丢垃圾，这两天攒了2袋的垃圾，需要自己去垃圾站丢掉，顺便带大家看看这个小镇的风光。这个地方好像是叫松树山谷，环境挺好的，住在这里很清静，很悠闲。如果养养狗，养养牛，种点花花草草，晒晒太阳，听听歌，生活也挺美好的。哇，这垃圾场有点壮观。我们现在回到小木屋和大家道个别，就各自驾车回拉斯维加斯了。现在差不多是上午11点左右，时间还早，我们俩可能再找一个地方转一转，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呢，一会儿找找看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